做活动？在哪里？哦，有，就跟我朋友租一。上课 ，Thank you very much。之前不是有个进来回来的吧？是要这样，来这种跟课。要的。我买那个，你要的也给。要啊。我在想，我要来这个课还是不参加？台湾的小辣可以吃都没问题了。那我一个不等。再等一下啊。还要饭。补一下菜，等一下啊。这个就是九层塔。对，不是九层塔那个椰子，哇，不是，一个50，一个比较大颗。这是一个40，然后三个100，你可以扔掉。哦，三个100。这个吗？这个比较大。有没有？我们会有一个来自于马六甲的舞团，很少见，这是第一次在台湾呢，可以看到来自马六甲的舞团呢，他们也会在这里做快闪的跳舞。如果你如果有经过呢，可以大家到这个站在这个前台来，你可以看得到啊、哦。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过来看啊、哦。好，来有奖征答，你要不要离开哈？来有奖征答，你要不要离开哈？等下送小礼物哦，有奖征答送小礼物。Thank you.
Hello, hello, tuan bergantung. Jangan berpegang di dahan dapur. Hello, hello, tuan bergantung. Jangan berpegang di dahan dapur. Di batu besar jarang tersandung, batu yang kecil ramai yang jatuh. Di batu besar jarang tersandung, batu yang kecil ramai yang jatuh. Elok elok tuan bergantung, jangan berpegang di dahan dapur. Elok elok tuan bergantung, jangan berpegang di dahan dapur. Di batu cita红叶不够美丽，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绵绵细雨，不是我的情话不够深情画意，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说春生夏燕安详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说秋风冬寒叫我回忆成老的往昔。亲爱的请你原谅我没有浪漫的恋情，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中间拍我们是这样，然后旁边，你会发现就不一样声音，对。那中间是要怎样拍？就大概是这样打，对，有点空心，对对对。你发现还能咔咔咔，对，然后旁边是。来拍一下。没事，你可以自己拿。